嗨，伙伴们辛苦啦！哎，你讲这句话真的是，蛮刚好的。而且你怎么会叫我们伙伴呢、啊？你们要出力。伙伴，康哥今天不辛苦啦。你今天是小康子。那我们火力全开吗？那个房子我没盖吗？这个草皮我没铺吗？那个山上我没去砍吗？你为什么那么爱计较？讲你两句你就要这样？好啦，等一下，我们要先给郭先生掌声鼓励。真的。因为今天一来就元浩就讲说，今天厨房有了郭先生以后呢，如鱼得水。没错没错。郭元浩、姚宏志啊。对，因为他学习能力真的太快了，做过一次之后，他迅速的就能够胜任。哦，太厉害了。对，把其他任务接下来。好，谢谢你。不会啊，康哥，没问题啊。我不知道你要来吃饭，你都没做事呢，今天你都没做事呢，今天。是这句话中了，果然是一看完就知道，原来是个釘釘大会啊。今天我们这个事后讨论啊，这样子哈、啊，我今天吃了很多，对，我拌饭，我跟你讲，我们那一桶我给你吃光，有，我有看到你鸡肉吃光，所有东西都吃光，前菜吃光，甜点吃光，好吃吗？没有，真好吃。我今天就是觉得我蛮开心的。你那边怎么太短？但是我觉得我很像一个单人监狱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想问你，你一个人在那个环境、这个空间里面感觉很大，但是会不会很孤单啊？超级孤单的。单身公寓吧。对，就很孤单。然后我要谢谢就是各位伙伴，昨天就是我那个吉拿棒一点都没有成功，但你们就是一直不断的关心我，导致于我觉得我一定要成功，不断的call你，棒给我们，也没有关系，我就喜欢你们这样子。好可惜哦，错过这一关。你们对我温馨，反而我会怕，我会觉得很好。今天玉玺也很屌啊，他昨天吃完菜之后，其实今天每个步骤他都记得蛮仔细的，唯一我发现他有一个缺点就是手会抖，太紧张，所以手会抖，变成说他如果要添加一些，比方说调味酱或什么，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，那个量会越加越大。给他多试几次的话，那个味道应该会调得更好。戒断症嘛，对，不是哦，他是右手抖完之后马上又换左手，因为我太抖，想说换只手，另一手更抖，更抖。接下来就是因为那个你们这个材料不够，那今天其实有一个潜在任务，就是说今天所有来的，你们都知道他们都各有专长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如果说他们今天给我们的意见表，我们是十分，如果你没有超到八分的情况之下，你就可以得到他们可以提供的食材。哦，可以哦，好不好？可以哦，好哎。我走到了那个香料区，我脑海里面都还没有想法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下手。因为我们能用的菜蛮有限的。哇塞，好难哦。